就你自己在性爱里面是我喜欢 surprise 啊，我喜欢、啊、我蛮角色扮演，我蛮喜欢公共场所。Alright， 但我不喜欢被发现，但我喜欢有可能被发现的可能性。好喜欢有音乐哦，我也是。我有时候会觉得一边听音乐，然后一边走在街上，就很像自己电影里面的主角。Baby, it's you. You're the one I love. You're the one I need. 跟他出去我很开心，我很欣赏他的点是他也是很直来直往，就是他跟我聊天没有感觉有一个什么防备之心，然后我们聊天都很浅层到很深层的，都也是聊得非常的顺，然后似乎我们很多人生的观念也都蛮雷同的。